好了，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最痛的地方？最痛的地方谁？我看啊，看一下啊，这地方吗？这地方啊，那这儿，我能摸到一个硬棘，摸到一个硬块呢，这个地方。是吧？我先给你把它推拿一下啊，把这个穴位点一下穴。所以治疗之前呢，我一般都是配合一些推拿导引手法，先把局部的经络持续把它畅通。抽法、抖法，然后导气，循经导气，配合气功疗法，然后再给他局部点压一下。本身这种疗法这样做完了以后，他减轻了30%吧。滚法，滚法，把它滚一滚，然后这个四肢推，把它推一下。推一下，然后点压一下，局部这个地方呢，是吧？我们能感觉到啊，提拉肩颈，按一下。好，你把这个。啊，李教授来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什么？来就坐，来来。来。你就睡在这儿吧。啊，啥时候进来？多嘛，还没多呢。没。那没多，那没多。那你那大姑就五大姑。哎，罗太在我们后头。哪个罗太？就罗太，他在我们后头的，我在我们后头的，我在我们后头的，我刚回家的，在我们后头的。回家嘛，他奶奶呀，过一阵来，他过一阵来，我门口的。这条一条就好，好，行了，现在不疼了，啊，不疼了吧？现在呢？不疼了啊。很多长时间。人多。人多。那个病人向我们宣传起来很快。这一种纯自然的中医疗法，一定好好去推广。像在你们周围那么多病人的话，完全可以在他们的。治疗过程当中运用起来嘛。哎，李教授还来。那这个针，这种刺激叫扇形扫射，扇形扫射，这叫水平扫射，其实很简单的这种疗法。它一通过这种刺激，那这种刺激啊，通过基底组织这一层向病灶部位传递渗透，很快，就那么一两分钟、两三分钟，然后病人自己去摸摸，你摸摸看那个痛的地方，自己摸摸，不疼了，就是这样，只要一两分钟以后就不疼了。有的很多不能带下去嘛，带下去，好，把你水过来。你是做一针吧？去做一针，去做一针。嗯，好的。下个星期四，如果说还疼的话，你下个星期四再来啊。一定。一般这个疗法做个一两次、两三次就完全好了啊。好。看着有看着看。哎呀，两根走快的没关系。
你走过了吧？你走过，那孙西干，处理干净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，不疼了？啊，不疼了啊、哦？嗯，来，好，行了。他下面哪一位啊？来，你是吧？你哪儿痛？整个那个肚子都像像这样的样的。怎么会痛的呢？哎呦，过哪去？搁那大盒子嘿，搁那小盒子。给个针。那个。那我也不敢洗澡，早晨个洗。哎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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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呦。还有什么地方？未来大的地方，还有就最痛的地方是哪个地方？这个地方，行，好了，你趴下来。你趴在这边吧。哦，就在这边。来，这么重啊！那我来扛了，扛上山。好好，行行行，好好。滚铁拉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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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姑娘，你现在在这个在他这样的地方点吗？最疼的地方疼吗？找准一个痛点。不知道吗？在，还有个就在高上一样的，哎，疼到地方上了，姑娘疼。没问题，好。也好些大点吧。我大点。别看了，这个月。你需要打几针？打几针？现在也不疼了，刚才叫起来了都。成了华佗在世了吗？这种疗法不错的疗法。
哎呦，这个给两个，我们也不讲，我们不讲了，我们干正的了，哈。你家下次来，我给你来，我帮你记好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好了。好了你把那个把门搬到嘛，给我倒到出来，怎么回事？那西高的火。在哪里嘛？他那最会疼，他那个火车就跑到那里去嘛。这地方是吧？这地方好吧。好，再见啊。小站长呢？不在了。你买的啦？买的，买的我就在那，我买的，在市里他买的，我租的就是另外些，找不上。这个黄的了。黄的，黄的不好。晓得个多，好吧，没什么说说吧。没有，不是。好。哦，那个，我的那个计算器坏了。你看没那个的吧？没到墙打了点呢。没，但他高头就打。哦，是吧？那个呢？那好。来，这个来。扇形小扇，水平小扇，两种，交替进行，来做个两分钟左右。他倒比倒头皮头高，他哪一个洗澡？不，他头一次，头一回，他倒个尿盆盆来。好，自己感觉一下。他洗澡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洗的有。身体上是洗的有。感觉洗澡感觉什么的。黑的吗？哎，还是洗过的你还疼吗？不疼。不疼了。感觉好多了。好多了。好，行。来，放个屁。电脑上不做好，哎，小时候做好了，小时候做的啥会？
彩票，一票记录。把它定了。他走台，他是台表进的，他台表进的，不要输的。我怕乱投票。我的台下，我在这就放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有意思了啊。